今年的港口妈祖信用纪录片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住在新北市新庄区库架，到底是如何跟妈祖结缘的，以及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咱来听看卖。我先跟大家介绍本家甲港口乡信庙缘分的由来。时间地点也先设定伫阮祖厝，阮本身是云林水南的人。那阮供奉的是阮祖母八五千岁，大家看个是咱中村即阵，啊即阵是阮延平出来，阮的祖家八五千岁本人伫咧祖厝。那阮较早办代志的方式是拢关手轿啊，那大部分拢是由八五千岁伫咧办事，但是难免会碰到大代志，啊咱八五千岁本身家己较无法度处理的，啊伊拢会支持阮去港口宫来拜托三圣庙来帮斗三工，啊三圣庙只要会使讲有求必应啦，啊只要有去啊请示，伊嘛是拢会来甲阮帮忙。这是阮甲江口乡信庙由来上起头的原因。啊，今仔要甲大家介绍阮本家啥个供奉信庙的由来。那当初阮本家这边，甲咱中村甲马武先做。那伫咧一寡代志了，拢受咱江口乡三信庙的帮忙，吼、哦、啊平安圆满，啊甲阮这边斗上足济。所以阮才确定讲啊，想要来奉祀咱三圣庙，吼、哦，啊，甲阮斗帮忙即个恩情安尼。啊，以后几个故事，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故事是阮阿祖，吼、哦，我本身阮阿祖安尼，伫咧七十三岁迄年，伊有一个破病，有一个大劫。那阮有请示咱妈祖神尊，啊，当时妈祖神尊来开导咱江口宫的三圣庙，做伙来出团。啊，只是阮爱求天地，就是求天公求地阮。那阮就伫香案道，啊，由着咱三圣庙上天庭，啊，妈祖神尊下地阮。啊，阮伫个案道前，甲天地各求着三个神杯了后，啊，用上帝仰望天主，啊，转达刚好讲三圣庙拍一道符令，来挂阴阳水。那阴阳水画完了后咧。啊，信庙发个手轿啊，啊，捧个阴阳水，伫咧我本家这边个楼尾顶，吼、哦，轿仔去楼尾顶，啊，叫阮地主伫楼下，啊，三信庙去，将我化化符个阴阳水对楼尾顶倒倒落来，啊，叫阮地主来楼下接，意味着甘露水，吼、哦，甘露水这个形式，互阮阿祖啉，阮阿祖啉落了，啊，加上咱妈祖神庙刚好将三信庙个帮忙，足足添寿添寿，一直到八十三岁迄年，啊，才过身做神。啊，过来甲大家分享今年的故事，就是阮阿伯，伊伫咧五六年前有一个手术，那一个手术完成了后，医生已经出院的前两天，才开始来发烧，医生开了针嘛拢无效，发烧拢烧袂停，我们赶紧请示妈祖神尊，那同时嘛是由咱妈祖神尊陪同咱江口宫的三圣庙做伙来出单，来派汉药，派四味汉药，啊算。较珍贵啦，所以药啊也有较贵一撮啦。但是迄药的功用确实足好个。伫咧阮阿伯食落，去暗食落会翻转下晡，伊就退休啊。医生讲也是保持这状况，安尼翻转工就会使出院啊，退休出院安尼。啊，过来个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就是阮堂姐，阮这边大姐，伊拄出世的迄个时阵，啊，阮阿公袂记讲，红孩仔出世吼，咱厝内不宜。即、这个修改港口的即个工程，啊，伊阵拄啊后壁的水管未通，啊，我阿公有人做即个港口的即个工程仪式啊，我去充满着，啊，落尾去请示咱港口宫的三圣庙，啊，三圣庙收阮即个大姊做客囝，啊，啊有拍一道符令要互伊在身，三圣庙讲这无啥物代价，即道符令互伊在身，四个月后一切平安顺利，啊，伫个即马中大新年，哎。那较拄仔所分享的故事，拢是发生伫咱信庙遐边来进行。那因为信庙甲咱帮忙甲照顾，啊，互咱安尼家庭则平安，吼、哦，咱感染着信庙对咱的恩情。啊，所以阮今日来祝着一尊信庙，啊，等下咱祖庙刚好将开工，啊，请来咱本家奉祀。所以讲拜拜就是一个足简单的神甲人的一个缘分。那神明甲咱帮忙，咱来奉祀，这嘛是应该的。哦，所以讲咧。是甲人的缘分，咱虔诚的心去甲伊奉祀，就是人爱讲的心诚则灵。
阿妈聊嘛，赞。